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小螃蟹。我用的纸边长是5厘米，首先把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翻到背面，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角对折。捏住两端，把它挤压到一起，这样摆放。上面的角往下折大概1/3，把这个角再往上折，稍微展开，对这个角撑开压平。放到背面，两个角往上折，大概对齐这个点这里，从这里把这个角往里折。这个角度大概小于90度。这角往里倾斜，这一侧也一样，大概从这个点对齐的这里，把它往里折，这角往里倾斜，放到背面，把这个角往里折，然后竖立起来，撑开压平。再把这个角往上折，这一侧也一样，把这个角往里折，然后竖立起来，撑开压平，再把它往上折。调整一下。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